啊哈，300集了 ，Short Adventure 终于竟然的他妈的到了300集了，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哦。所以呢，在这300集里面呢，我也想大概的回顾一下，到底老夏我自己呢，在这过去300集里面，到底拍了什么东东给大家去做欣赏呢？
哇哦，我都不知道自己录了那么多的影片哦。不过呢，这个相信大家呢听老肖的声音呢，或是看老肖的样子，大概也有点厌厌了、哦、所以呢，今天呢，在这一次呢的一个特别的影片呢，老肖呢话也不多说了，我们就用另外的方式呢来介绍一下玩具的介绍，来作为这第300集的影片吧。Ariel 接手。OK。嘿，大家好，欢迎欢迎 Ariel Avenger 来。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Transformer 金腕，黄色的，小小的，好小好小好小的 Club Jumpers， jump jump jump， 好可爱 ，so cute。嗯，它的零件是橡皮的，不是塑胶的，好酷、哦，爸爸，好酷、哦。这个好酷哦，它可以动，可以开车，所以 Club Jumper 在追坏人之后，他就会说：“站住，不要跑，给我停出来，我要踢你的屁股。”他记得我说的，金龟车后面有 Autobot 图案，好酷哦，爸爸。这个好酷、哦、我喜欢、嗯、再来我要到大家怎么变身首先第一个要做的是先把老边拉出来像那个样拉出来再来车子前面偷偷的地方拉出来耶 OK 再来是从黄色的地方啾啾啾啾夹胶出来了耶最后车子后面这里拉起来偷偷出来了 Flip Jumper 耶耶耶好酷哦爸爸你看你看啊我、哦、看到了哈哈小好可爱 so cute 哦、嗯、可是它可以手手可以动，头头不可以动，脚脚不可以动，好可怜啊！哦 ，poor baby。可是我喜欢那个 Club Jumper， 谢谢爸爸买给我。I love you, 妈妈。I love you too, Ariel。这个就是 Transformer G1 Club Jumper。Hi everybody, how are you? I love you. Bye bye.